姐夫，你别喝了，你这鼻子怎么流血？姐夫，你别喝了，你看你都什么样了！哦，你干嘛呀？你别他妈跟我废话，你都是老子养的。干嘛呀？还他妈对我指手画脚！墩子，没事啊？你耍什么酒疯呀你？别心里有俩事儿就拿别人出气。就是，墩子，这不是为你好吗？ 别他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！一群没人要的妃子，我不收留你们，你们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喝，再喝人就废了。你们都他妈给我滚！这个破地儿，你以为我们稀罕？我现在就走。现在冷宫都这样了，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留在这儿。行，那就散伙。 干嘛呀你们的，公公不也是心里不好受吗？这事儿都是因为我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冰。当初我就说算了，你非说要拍什么节目，这会儿好了，看你花言巧折腾。我一开始就不看好你那节目，这事儿啊就怨你。你们别吵了，要不是你们非要拍那个破节目，我们现在冷宫能这样吗？这以后怎么办啊？ 没有以后了，我现在就走。冰，你们大家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你真走啊？没人真哄你走。 是我自愿的，干嘛呀？又开始作了是吧？冰，我那说的都是气话，别往心里去。可我说的不是气话。好，那要走一起走。嗯，哎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我自己走。冰儿，哎，别走了，没人让你走，哎，你干嘛呀？冰儿。 近日，一名江洋大盗潜入皇宫，偷走了皇上最稀罕的宝物，一个羊脂白皮玉扳指。此人罪大恶极，城中若有遇见此忍者，速到衙门报告。如果知情不报，哼，小心你们几个的脑袋，一个也别想留。 怎么可能在咱们这儿？就是啊，要是在咱们这儿，直接卖了赚一笔。你们都别开玩笑了，这东西我可知道。我走了，这事儿你们多注意点，可是杀头的大罪。你们说的不会是这个吧？ 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东西到底怎么来的？是不是偷的？墩子，你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我偷偷的去河边去练功，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，就发现地下有一块白色的东西，我去捡起来一看，是扳指，我看着挺好看的，想回来拿给四个姐姐玩。我真不是偷的，我是捡的。 听说城门都封了，这事儿真的挺严重。所有人都注意了啊！昨日宫内丢了个玉扳指，皇上有旨，挨家挨户搜查，如果发现赃物或者私藏盗贼者，立即处死。 外面正挨家挨户搜查呢，已经查到街对面了，咱们快想办法吧。咱们赶紧把扳指藏起来。扳指呢？我扳指呢？找这个呢吧。那边，这边，好，都这家，这家，这家。
姐夫。姐夫，别弄掉了！姐夫，哎，拿过来你。到路上过吧，快快。快到了到了，快快快，进去搜。姐夫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走，抓住我！你们给我买韭菜，给我买韭菜，听话，放开我！人呢？官府搜查，官兵过来了。是这样，兵庄，你们去把他拦住，我们三个把班支抢过来。好好，我要喝酒。你去。我们是奉命来搜查的。放肆！堂堂冷宫重地，岂是你们几个捕头说能搜就能搜的？哼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现在这样，跟那外边老百姓没一区别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拿刀的就能欺负人？哼！官爷，我们这儿有上好的女儿红，要不要尝尝？美人计呀，没用。官爷，虽说我现在不是皇妃了，但我舅舅可是。你舅舅？你舅舅能大得过皇上吗？甭跟我在这提人啊！不提不提，咱不提。什么声音？闹耗子呢？对，耗子。这也是耗子啊？耗子能闹出这么大动静来？大耗子，你管它干嘛呀？来，您坐这面。从我一进门，你们俩就不对劲儿，这里边一定有鬼，给我搜！哎哎。别动！站在边上，站在这呢！起来！都给我搜他们的身！如果你们谁要是看见布告上的那个嫌犯，立刻报官；如果要是谁敢知情不报，窝藏嫌犯，哼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反正侍卫也走了，咱把卖了，谁知道呀？没准能值不少钱呢。不行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。说谁大罪呢？这点酒搁哪儿到哪儿啊？再整一口，再整一口。添什么乱啊？还是得还回去。放在这儿，咱心里也不踏实。那也要有人还啊。但是不还肯定不行。墩子，你瞧你办的这事儿，哎，这回咱们算是摊上事儿了。你们都先别埋怨我了，我们还是想想怎么把它弄出来吧。什么？墩子去自首了？他不会拿着扳指跑了吧？我估计啊，他是不想在咱们这儿吃苦了，要不然呢，就是把扳指卖了，也不用分咱钱了。你说什么胡话呀你？亏你还是他姐夫，你再说，小心我揍你啊！这个墩子，翅膀硬了，不跟咱们商量就擅自做决定。曹姐，你先别着急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会儿墩子又出事儿了。那赶紧走。你们站住！小墩子冲动，你们也跟着不冷静吗？现在去救他来不来得及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小墩子已经。立功了！墩子呢？怎么回事？快说说！大叔，我跟你细细的讲。众人听旨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冷宫全体成员，尤其小墩子，做出了拾金不昧的举动，帮助皇上索取回了重要的宝物，对此特别授予小墩子拾金不昧好少年的称号，赏白银60万，60两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怎么，没人接旨吗？啊，哟，谢主隆恩。我就说，蹲在这机灵劲儿，随我吧。姐姐，这个钱，你们就都分了吧，当做路上的盘缠。我无父无母的，我就不走了。以后这个店，要是谁盘下来，我还能有份工作。啊，顺便把我那份你们也分了吧。开放的性格，外面人一定接受不了。我也不走了。咱们好歹也是宫里见过世面的人，外面那些平民，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住。我也不走了。既然你们都留下了，那我也不走了。拉姐，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银子了，是不是该改善改善伙食啊？那我必须先换把好刀啊！你可不知道，那我还是现在我得买一支谁呀？差点别人不行，你给我，我要买，你别急的，就要刀。冰姐借我一块呗，我还有那样，借我一块，还要太小，完全不能做菜。冷宫这次是彻底没钱了吧？许久成型的假公公是继续置之不理，还是重振旗鼓？昔日好友的出手相救是绝处逢生，还是暗藏危机？一切答案都在下集揭晓。